在咱当地的100多块钱能买一碗，100块钱肉都热的。啊，对，一看这。圣盖博，全东广场的聚香园，二楼。对，它的号很好，209。嗯。然后看看这个烩面，这个肉多不多？嗯，肉还可以。肉，这是瘦瘦肉。那个咱们那个郑州那个烩面，不合记烩面，还有合记还有什么？有几家吗？萧记啊，萧记、李记、合记、李记三足鼎立。黎明的黎。啊，黎明的黎，李记，也算同音嘛。对。李记。不同音。嗯，然后我在。李是三声。我是吃过萧记。嗯，我是萧记也不少，和朋友那时候去郑州吃过，萧记也不少，吃过那个萧记烩面，然后有个鹌鹑蛋是吧？有鹌鹑蛋，有个上面绿叶着是什么？给你炒几个？色兰丑，香菜，香菜，啊，木耳，有枸杞，这是啊，把木耳朝上一摆，滋补烩面，啊。然后应该有豆腐皮吧？有，在底下是不是有豆腐皮？一放在网上。然后咱们那边现在烩面多少钱了？像萧记那种？哪知道？你问他吧。不知道，我在也好长时间没去。有那个，在20块钱左右。我有个蛋，啊，十好几年我都没有回去过，应该得个20块钱。没有吃过。没有吃过。然后这个是啥？这是小菜，咖喱牛豆孜然手工拌面。然后这是黄瓜，这个海带、豆腐、肚子。然后这边是小料，这边是黄瓜和这种，然后有这种面筋、豆腐皮这种。萧记烩面啊，看看，这是涮牛肚，然后是滋补羊肉烩面。然后我们看看外面啊，看看玉香园，这是在二楼，在全同广场的二楼旁边。卤面、逍遥镇胡辣汤、滋补玉香园。这是家乡的风味啊，五花肉炖豆腐蒸卤面，这卤面比较好啊。陕西羊肉泡馍、秦镇凉皮、辣汁肉夹馍、老坛涮牛肚、香辣大盘鸡。今天的阳光比较足啊，现在是80度，下面是那个广东的烧腊，然后旁边有洞庭春，那边都是美容、整形、美发，各种不一样。这是水的聚财啊。今天的天比较蓝，最高温度是80，最低温度是60，在树荫下还是有一点这种感觉的，有一点凉爽的感觉的。然后看看它的营业时间，11点到2点半，到8点半，然后星期六休息。好，就是不同。好，感谢您的订阅，然后进来看一看小花儿。生意还不错啊，生意是不错的。这是有小孩的卡座，滋补羊肉烩面，主要是滋补羊肉烩面，主要是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lamb noodle soup， 不一样的，不同的。我这就是线条现拌好的，然后可以
说我达不了这个预期，我还达不了这个预期。好，感谢你的订阅，有机会来尝尝这个家乡的味道啊。